看还是不是很好。哎，这样很好。哎，大家小凡要淑春阿姨。哎，有没有淑春？嘻嘻，哎，小凡。哎，哎，小凡，你做看不到，我第二晚我就小凡来，小凡走。啊，大家说，打打打，小孩子先照了，等一下我们大人再一起。啊，你手就在那里。大人也给你照了。哎，开始了，哎，开始，小凯考妈妈，考妈妈来呀呀，好嘞，好，大人来看大人。哦，不行。好辛苦哦。我来呀。不能搞。哎，三个男生，三个男生。我们去摔一摔。别不要把它摔掉，保护。不会，我先帮你照。我轮流啊。好，我先帮你。是这样子。阿弟，阿弟，不要坐那个。哈哈哈哈哈。要坐椅子就好。坐那个挺好看的。那椅子不好看，就坐这个。够凉了。对呀，对啦。够凉。那个。有，我挺好看的。大桶啊。没到我这儿去吗？很好看的。要坐吗？你站着，你辈分比较小，你辈分比较小。来，安静站好吧，大家来啊！哎，你们俩，你们小孩子在后面。要。小雷，他不厉害吧？他不厉害。小雷，小雷，全部进去，全部进去。来，先把盖起来。好，来。小雷，过来。哎呦，这个好棒哦！过来一点。算好快嘞！哎呦，还好还老年的哦。说出来，小孩，对，因为身高的关系。哎，这样子哎，很好看。腰砍掉掉。好可爱哦！小孩，你要给那啃苗呀，啃下面。明白。来啃，小孩啃妈妈，还要啃妈妈。哎，不错嘞，再来照一张，要照齐的。要照几张？这样子，哦，这样很好。好，查个齐。只要帮我照，我来点，我来。还是我照。这个有没有照？有没有照？你侄子还不错。还不错。侄子还是很的。小宝，他妈讲什么？有开的呀。莫那的。哎呦妈！我照过了。直的一个好。嗯，对的。那姐夫上去啊？嗯，他好看，一身子都好看。我整个江夏堂都是了。嗯，对。我装哥哥的电，我刚开始在那放下去。人家做保鲜，什么什么嘛？那降电器啊？要震动，换你。他们不要震动。啊，关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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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十号，百亿嘛哈。让别人形成气氛。我跟你玩。你要注意一下啊，汤啊。哎呀，小孩子，哎呀，耳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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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
小方约了，约到第一次见面，两个见面。没有，打个比方。转台南部落看，这是6:55，3月4日，拜六，台南部落看。妈，你讲袂大。讲大。你是六岁入，你是二岁结婚，你是六岁。你，说国家教导。你是六岁就搬家啦。哦。养六个啊。嘿嘿嘿。你是六岁搬家，就个哟，两个岁呢，体验不难快就用。六百。因为没结婚啊，老娘这个想法冇同样。爸爸结婚22岁结婚，因为我妈妈说，我老台北，阿妈17岁就老阿公结婚，但是阿公因为有正土的姑娘，还有四胎都阿同姑啊，都是阿同姑妈妈，太姑有四胎过啊，佮有头过啊。不过有17岁、17、18岁就结婚，都体验就强。咁所以阿伯啊哈，就阿小伯就以为19岁结婚，体验就强啊。所以结成呢，太矮一岁。所以我咪提讲，我爸爸很辛苦，佢按老系怎样啊？我妈妈按老样强啊呀，听朋友差不多40岁变样强啊。就死掉啦！死掉，我钱难过啊，难过呢啊！了了了了，无穷啦！所以我过去阿妈死掉过后，家庭就多少有变化。阿公死掉过后就
上次的制作又在我上本，本来有两三个成员的家就上本的，因为是七十。两个成员呢？啊，阿姐啊，两个成员，就本体啦。本体因爱有嘛来我咯，因爱无强求，爱就七十阿哥的都自由啊，念经爱咪无念经咯，全部阿哥自顺的爱啊，啊牛咪，牛两条，两手啊，就讲阿明白讲。阿咪，那穿个牛两三斤两条哦，做了。我讲不是，我讲两条牛我又有嘛。你就讲西方起源的牛骨也系牛嘛，你起出来就不爱啊，哦，就该就解决了啊。西方就讲叫一个上古的上古匠之类啦。讲诶，因为哈，不过咪有嘛，有系用迷信。老个服从啊，搞骨个呀，你啊，搞到个个个就咁样咯。我讲个啊，岁数内面先有服从，跟储存啊就不挨啊，哦，他就出个去做啦。所以我本家每样个，我讲要讲出来，讲要个私心来让人正气东西，冇系用个。个本来啱讲个东西，你妈妈当奴才啊，我讲个是保住嘞。诶，云开大家咧搬，即位搬家就系样啊。后几就拿拿出来大家搬，像几个台北咩都台北咩几栋建筑物咧，将来就莫拿搬人搬啦。咁我讲咧，小姐，一道兄弟啊，一道商量团结合作啦，就过去嘅事情啦。我老爷妈妈，爷妈妈家中啊，真辛苦你啊。用些经济当五毛农业下边啊，哈，做工又摸，咪爱讲西头讲个呐，讲个啊台北就讲，该用些做嘛，最用东西又就尿生产，该嘛烧火炭，烧火炭，烧技术了哈，烧火炭啦，该烧火面做火炭，特别面外用啊，哈，该一点加烧烧就变钱啦，生意以为来卖出去啊，卖出去嘛，该阿方把该木块来台北就讲。个小多多来就烧，我个小个炭窑就挑白个炭窑，你本身就烧，但是立体就高了。个台北做个火的么？个火的那个铁筋架架的，个年代那个种了就烧的。但是个新南烧，因为个全家炭窑湿湿吧，烧没慢哦。哦，比如我就讲，我唔去做啊，西方人唔去做，我就。多少个技术个位啦？哦，恰恰就啊两万两斤，热烧个，热烧个炭呢就用热落去电导电，这小米做下吧，小条做下吧。莫讲水果啦，都不知。啊，莫讲水果啦，都不知就。我听啦，我就。我一直讲你炭不？莫不用炭。莫问朋友啦。我本面就。像啊，放包粮食啊，那热烧啊，热火烧样呢，佮烧烧啊，烧佮又讲啊，放包又交代，你只烧啊烧又着火些啦，应该火冇天台，天台地位炭呢个火台，跟像个香样啦，跟烧完它烧过就变污味啊，就变火台，跟烧个那个天火天台地位又空气变火怪啊，它炭要该。在单位有谈掉嘛？哈，跟人谈掉，跟就本命来说，来说搞啊，谁个还不要来笑我呢？叫俺莫笑你笑啊！哦，俺又讲好，俺莫听你讲做唔得咯，你偶尔玩你啊！哦，俺是笑，他笑该俺不了笑，俺笑，笑不叫俺不你啊？该也我是不是嘛？该用是啊。你阿妈妈就做信仰的哦，就督查督就，像个有天咯，跟三种经验了哈。跟农工验水呢哦，跟嘛你要布台，那度咧跟查湿皮上捆到咧，就那咧用巴呢哦，巴咧就督咧一捆捆烧，一四条就四百巴啦，一百巴四百个一升几银嘅，咁啊天一巴跟。督查那消化纸烟呢啊，因为有那烟呢啊，他这样应该用信封呢啊，督，所以你干嘛督查？漏查哟，漏查，那两漏水漏查哟，漏查，这种写下苦没漏查啊，是不是吧？是的，你还不是做那种事的，都辛苦呢啊，前几场了的，我相信了就。冇佢合作嘅，幾年年啊？咁明嘛？大上又冇辦法，咁冇講自講做唔得咯。
我烧七八红布哩啦，烧了四五红布，我后来做嘢，每做老人完工了就用爱洗啊，哦，就红布上我用爱洗啊，一做烧八九红布，烧四五红布诶，说，诶，手中有这个石头红木红木口，伊很老很穷啊，就做饭，伊红布两部几木啊，老就个麻烦啊。啊，蒙头蒙出来了哈！小小这个小的太阳，树下蒙个啊，树下又花，最近就是身上就红，跟两年没水啊，我看个像江湖太的，跟云南讲的些啦，啊，所以爱没用那下子，所以一段时间家庭那些啦，我谈家将个世界店面，将你睇家店面啊，过日面参香呢哦，将来我们也就用外忙外做条路，我年尾就忙活，因为忙些。对对，爱用用功夫个干事嘛，哎，爸爸应该做些错唔错，唔是讲起，那个有些什么讲是唔是讲起啊？那你们就蛮晓得，你一等毕业嘛，你很难坚持。像爱用功夫啊，有苦难的些，俺唔是求平安啦，俺用啥来解决啦？你要么就辛苦个种家种，养狗你要爬墙壁啦。该给你个杂费莫抢人，你要么莫抢人，你抢你有钱不人啦。你也要偷些，该种个哈啦，你要个个偷该种个。那个抢人可以多钱，那可同时唔赚多钱。农业东西就用了，抢人做就。就建工用嘞，传真少啦，同个将来做些。建工用个通常一千元很做到三千啦。将来按不了，过不过贴啦，过贴银行做个些，当来就就是按不了去，好把责管你啊，管你么事，按不了做些啊，我责管啦，该按不了做些就嘞，我该责管。我过贴噶。你妈妈种下生下机会出去啊。佮一门钱，你叫阿甘都过来了。佮好把相啦，佮一平个扎根扎好，扎好断下去。到两年呢，就收个出过嘛。过一个干多量，将我开上做得啦。冇人落落，是不是咪干扎个容易出现啦？一是收个干啦，过去我阿母向我就当讲啊。个沙走咪来，我按砸到、触到、卡到，坐唔得嘞。咁可能冇变拗咯啊，就死得嘅你啊。砸，走咪来啦。放顶地板啊。走咪来，我按哪咩去砸嘞？佢就卡到嘅，所谓就坐唔得啦，就死得啊。一讲完嘅咩讲少，一满。这样是中央股啊，哈。中央股嘅时间，我抬杠板，我对过呢。抬早杠板，你记得吗？嗯。我对过呀。伊得个芦笋个袋啊，芦笋嘞，对过。银包红个袋啊，我对过个。买银包去嘞。伊以前只阿爷做嘞，我是阿爷帮做嘞，阿爷帮做，系无？我通是叫阿爸爸呀，阿爷。伊以前只啦，古厂。我是台广做，古厂，阿姨厂。嗯。我台广做嘛也是你啊，我做嘛就我也打算了，因为身体古壮啊，身体唔好啊，我是继续讲。没太平庸，太平庸，从小就做唔到。教啦，教唔好。计人有啲读书要学钱啊，学钱，那就拜托啊，建乐哥啊，啊建乐，你个弹钢又学强中个些，又有钱能修嘅无？讲起人强中就大学啦，大学个就七点就会二十四小时哦，啊就是你到七点落工，天光要七点就出工啦。你个人是你是扮演员哈，你个人干这个么？你是扮演到六十元元啦。唔记得。佮伊个人这个跟干么？佮人讲啊，我是个二科大大学，我忙是你阿上面讲几句，你阿妈咪讲当同当门险你哦，佮差很粗哈。个检查错哈，做个查石头个呀啊，电脑个第十个时代，因为到那边就会市场慢掉半个嘞，百位发目前啊，目前做的是。个上一些差嘞，起起各个行动讲了，安尼都在八去啊。第十个，第电脑出工就会很慢啦，电脑。个查的所有第十个是，要搞了，唔记得就轻轻光光都在八去了。个有你咪压时间了，一件白面了。超前只歌啊，会推向緊壓時天呢啊，咁要滿上呢啊，所以我用同呢啲何等要一年同啦，但係差少咧，越推隔越推，隔得同佢啦，羣嘅蚊蟲跳都要霸氣，打三年嚇，好多年啊，辛苦做嚟打啲啊，阿媽係學做馬子，啊，學嘅下後做中央股，
中央部都啊都啊各个土台好处做生意。嗯。石山石头山阿面古港安东尼的生态啊。一点通了。爱爱就做生意啊。你买条路咁做咁啥咯？做生意做几十年啦。嗯。做几十年咯。几十年，跟特别好咧，阿面姐老很几个做做生意啦。做生意。唔同专科啊，啊嗰个嘅，佮签冇签啊，无卡，三年冇嘛好卖啊。哎，你本岛嘅打工种啊？哎，你本岛嘅三年啊，你下个产业打工种啊？哎，讲对啊。佮产业呐，产业也做得。哎呦啦，大家认真到比妈妈还好来啦，大家。是啊。本来你也就应该。越抬穿越抬，越抬矮下下毛带，老人妈妈下毛带，越边也都越多个，边个有下进步？哎，香港人来过去有边下进步，哎，用错啊，矮也都要叫咩用想呢？用也是话，哎，也都是努力。啊，穿墙掉的哈。冇努力嘛，个用。哎，你哦，你阿妈我见少啦。嗯。啊，穿墙掉的。嗯。也好个。你要讲，安尼全世界性经济唔冇影响哟，物价发发下降咯，咩讲上马就会跌，出两件事，穷强，上万上啊就可以解决啦。你像安尼家庭，我两大家庭，一年一千年咪十天你要生发币啊，两百年咪十个讲你啊，有没有生发过穷养还生发啦？我自家种到菜啦，健康啊生发啦，跟住上万，我个钱咪少。以前那些差不多，安尼存两百个月没有存呀，有存就有啊。韩国我是平均十差十几啊，十差十几啊。当辛苦，你妈妈真辛苦。我卡吼，我卡差准的人挣扎，有时候也挣扎，再配有两双眼。嗯。十三年。平均嘛。嘛个每一来年呐，全部苦。我卡挣扎哦，十三挣扎哦。加三万简单啊！这个时间当长了，按多岁？六十两岁。前两年前就走了哈。对啊。三年前的哈。三年前的。七十岁还以为走了，以后就没了。对。给人家做些时间就长啊，几十点钟了呀，你讲。哎呦，阿金老家朋友买个烟，过生今年还有在。哦。闽籍的柏先生的早茶时间是长面该茶，时间哦，早晨到六点就出门啦，南部都六点左右。南部上去多少年上去？南部诶，那俩头发出十三。哦，这么一年纪一台的哈。嗯，做下六七十岁呢。嗯。阿妈妈是天天卡美人啦。好。有人比阿妈还好啊。好。嗯。阿样住，阿你住，我唔敢面借你的钱啊！我哦，我省啊，我冇钱我就省啊。嗯，佮物个事情，因为得个解决，像你安尼有个事情哦，得个解决。诶，只有帮忙询问佮啦，就但是你的钱一天的问题，有个仓库问题，做唔到个基本的钱的问题。那因为一访问，谁问叫妈妈呢？叫钱本人个同问。嗯，你要钱本。那一访问叫妈妈。跟你跟法聊天，嗯，几把讲日文吧？会啊，多少会？系啊，特别要经常要到日本人做水果。系啊，要个巴雅山东嘅公司嘅人就会多。其实唔知几个很神奇哦，多几讲介冷嘢嚟做。介冷嘢？会掉下来时间，系讲冇会掉下来是东北，诶，你下都讲啊。基础样品马上拉你掉，今年改良，哎你改良也当掉，基本不拉你掉。改良也该是事先啦，以后的事情，我这个修养经验没在。哎你前面过的啦，就哈。哎你要做嘛事哎？我种个鸭肠。啊，台湾肠。哦。鸭肠。哎。鸭肠。台湾肠。这种肠呢，比台湾的以好的熟的哦。台湾的就讲高贵的树呀，树叶呀，这阿三本来下高个，就哎，你该做得种啦。南庄个观音所个培养要种，该好点来点呢啊，耐风，树节好，树节啊，风好，冻僵了，冻僵了。
韩国这个树的啊，辣的唔会烦，比阿都惨的吼，比日惨、福州惨哦，唔会烦，过贵的树。像安尼下路个也倒。不过全全袂全袂太哦，也袂惨的样吼。全袂太，根本跟日惨。日惨哦。日惨，因等我用日惨，日惨缺点又唔好，因为个旁边树会死啦，因你个旁边树死在当中呢。牙惨唔会哈？牙惨根本会死。缺点又拍草，因含唔会，因为。袂冲烟啦，袂冲烟啊！讲实话，大家管你所有个，到尾你看咧啊，安系条我杀到两三十年，到十五年年长的条，搿是好个。你使用一条一多钱来买？使用搿一研究了，安尼帮忙去搿管你所有啦。年年贡献，贡献就贡献好了。搿人有想了，有想安尼贡献了，再贡也对哇，搿想下想了，搿就接来了。特别有也偏地下，带山望远镜，因为搿人民就讲下高山的。像卖台啊，忘记唔咩用人持重，一下山有咩意外台，冇人卖台掉啊，意外台啊。高山下下到咁样，高山嘅树位啊，高山嘅树位，像个湘南人啊，甚至啦，湘南嘅台湾人咪讲高山重要嘛，但今年咩啊，两边就卖台啊，哪边就卖。湘南挺好啦，还有价值啦。叫人话南台，叫人话南台吧，阿三咪台。应该全部做阿三吓，多睇咧。应该在四千条，少少咧五百条咧补鸡啦，要咧用四千条可能把啦。我系从一路长宁乡，因在个乡咧啊，两乡做响金乡做嘅，咁做金乡做啊。咁我仲跟前腳睇啊，始終看到當路啦，都要七八年咯，安睇條高速唔會落啊，可能都頂上嘅啊，跳天窗嘅，咁樣。咁跟你就講一講你所謂啊，頂上。誒，你興起哦，就興埋起食拉麵啊，拉麵係硬企嘅啊，拉麵係硬企嘅嚇，誒你將嚟嚟，將嚟嚟嚟去當個仔，熱鬧嘢。有咩地方？拉麵。佮只个恁定用个装啦，恁内讲上个石膏台个粮食台、肉台、粮食面台，将我看的伊伊个个遐只啦，嗯，伊反正用个专门看个，佮上少咪要经验个，才需要个，恁门机面滴。佮石膏台做在粮食只台，才就那个石膏台啊，台只下多个家伊，嗯，看哩。佮讲咪像像个上个不个按需要按窗个呢样。佮两年生嘞，佮买木鞋啊，是咪佮别穿个就宽啦。佮木用，佮安穿木用。佮公园佮木买条木用嘞。嗯。嗯。嗯。你啊，你啊，全身木面嘞。爸爸上山做事。我养殖通鼠，快发。爸爸上山，阿妈妈改采香诶。呀，那不会天，我会长死。你比上面说好。要台南不会天。爱错九点十分的菜，九点十五分的菜，转台北。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去访问，下晡是安不了四点五十八时的新闻。
好唔好呀？碰葱。倒汤啊！哪里？王书记啊！爸，好吗？我这边下岗了。我没有在那洞里面呢，就进你那拳头下面这样进。拳头下面下面还有鱼。汤就睇嚟，冇看到。咬破，咬破大罐就。我太不敢走死。地汤倒出来，搁地摆啊！我喷那么强啊，他这种缩身术啊！你看从这下边给你骗到，快快快！哎呦！知道做多少啊？哎呦！这么强啊！下足一点汤做多。喂喂，哎，不错。啊，他动作蛮快。是啊。加班他要面多啊。三天呢。好吧，像那只乌龟子长很像那种的，不知道怎样跑突然跳出来。鳗鱼是比较。再干一点点。那谁说？谁说要两个蛋？你几年级？你几年级？这样砰砰砰砰砰。哈，几年级？买三，买超五十。几年级？几多年生了？你讲我朋友是研发出幼稚园啊。他听不懂国语啊？还有，客家话。你挑哪种啊？啊？要烧到那个江夏汤，这样还是不是很好？这样很好。哎，大家，小凯要熟村阿姨，哎，要不熟村嘻嘻哎，小凯，哎，小凯，你是狂的，那第一嘛，我是小凯，来，小凯哥，啊，大家吧，咋的？小孩子先到了，等一下我们大的在一起，那是你手边的大的，大的也已经知道了，哎，开始了，哎，开始。小凯考妈妈，考妈妈来呀呀，好嘞，好大人来看大人，好辛苦，好辛苦哦。我会搞，我会搞，我会三个男生，三个男生。我会去关心你。别不要把它摔掉，保护。不会不会，我先帮你照了。我人流啊。啊，张哥，我先帮。是这样子。安静，安静。不要坐那个了啊！不要坐坐椅子就好。坐那里很好看的，那椅子不好看，就坐这里。够凉了。谁啦？够凉。那个嘞。有我很好看。
懂啊？你看我画的，很好看的。这样坐啊，对，这样坐嘛，对，我要坐。你站着，你辈分比较小，你辈分比较小。来，安琪站好吧，快点来啊！来啊！哎，你们俩，你们小孩子在后面。小孩，小雷，跳舞厉害不？跳舞厉害。对呀，有开了呀。小雷，小雷，哎，小木进去，小木进去，来来来。先把盖起，把盖起来。好，来。小雷，来来来，小雷，来来来。哎妈！哎呦，这个好棒哦，过来一点。上好快嘞！哎呦，还好还老远喽。小凯，对，因为身高的关系。哎，这样子哎，很好看。小凯飘飘。好可爱呀！小凯，你要给那看苗呀，看下面。来来，看小小凯看妈妈，还要看妈妈。哎，不错嘞，再来照一张，我要照齐的。要照几张？这样子，哎，我这样很好。好，查到齐。好，不要帮我照，我来给，我来。还是我照。这个，有没有上？有没有上？嗯。你看，侄子还是很。还不错。哎，小凯他妈妈想说。侄子还是很的。小凯，他妈妈想说。有开了呀。这么大的。哇，油吗？我上错了。直的一个好。嗯，对呀。那几分上去啊？嗯，它好看，一整只都好看，一定。我整个江夏糖都出来。嗯，对。那装哥哥的电，我刚刚在那发去。要震动，换你。他们不要震动。啊，关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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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十号，百亿嘛哈。三点四十七分。我跟你玩。好了，哎，去吧，去吧，小孩。今天也去到了，下午去到。好，我那面也去到，我到哪了？看你，我看你头在那边，让小孩的头在中间。你坐在你的左腿上面。动啊动啊，坐在两三一点就移动啊。好了。马上站好了，好妈妈。再一次。再来可能了，哎，韩国也行哦，站好，过来，站好呀，先去了，站好，那个反应，你要注意一下啊，看看，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快点，啊，你也去别的路上，你也去，走走，哎呀，想好了，好了。Thank you.
来找他。嗯。啊。阿成啊，阿成阿五百，阿五百三两个找他。啊。阿太妈咪是找几只个？阿妈妈也在找他。阿妈妈冇去。哦。那爸爸也冇去。嗯。阿爷是总理。哦。分开的，分开两种兄弟的重要啊。哦，阿母嘛是太五百三两个，差人分来讲。本来讲爱食，爱食家己食菜。啊，台风咪又下上多来，佮又趁药个又话，又趁药啊，你话？有有有。耶，只要佮先弄食菜，伊老师又佮佮自学呀。叫阿种个杨兄弟，安太师啊，安太师，兄弟讲，老伊水果杨兄弟好个哈，叫个。阿种，你话姜嘛，你是内壳，叫俺上俺巷壳。你袂惊我？我期待，我家上多，我期待。因为我惊我醉醉个。哈哈哈哈哈。哎，走得嘞。那也呀。你真神。哎。刚刚走到他拱出来。我说。我这袂。你是叫你过来看烟花，过来看个哦。哎。嗯，痛苦啊！哎，人家费了工资才好，现在给的那样。工资好，嘿。我以前哦，唱个毛线，唱毛线是唱张元妈妈八几六，这样都八两百元都摸，都白顶苦。过来做个没辛苦。你看妈妈。你妈妈也下坡，很短。你看那忙忙的读书哦，下坡，这样子是那边在那做，没几个母亲，小张元妈。真的有。小弟吗？妈，他打很快。嗯。哎。叔叔好。那元妈妈发，像是元妈妈笨猫，笨猫的妈妈好发，妈妈好发的时候，那是笨咩啊？那是不没白了，你回去还看一下是哪样？啊，现在看好像蓝蓝的。蒙的蒙的，头戴不看蓝的。啊，是不没吧？哎呀，不研究，我那就没看，你研究什么？够那？我讲你讲你那边你讲讲那个，你摸着不应该是够那的，你就不行了。哦。你别有问题。哇，有暗的。阿爸在这里，对，阿爸在这，阿妈旁边。阿爸是啊，衣服啊，衣服也一样耶。对，有一个照片。啊，讲四十四哎。那么正常啊？没有。其实，行就是退休金是买，阿五伯是话诶，诶，讲阿讲阿公啊，因为阿爸诶，阿阿叔啊，就冇没有吃，冇饭冇吃，阿你嘛不能把病治起，嘛不能把病治起多，阿公那个家家是不一样，再不就是，阿阿姨不阿姑唱歌。叫年轻人送高一点的，多多的写点毛年轻，嗯，也没，没你心爱不是老一辈，明白？也是他们，俺叫多罗的。你出来，你往哪去啊？哎，
本啊，可以走。好奇怪。嗯。要看哥哥的头。起来按动啊。看到哥哥的头了。哎。也不能。大看到哥哥的头一点点。干巴些呢，汗有水唔少，各有五好。哎，俺这个身体呢有各有五好。阿爸咪种三天。是啊。辛苦。俺爱种就俺爸讲，讲俺爸又咪讲冇办法，就咪唔爱讲，唔爱讲饭吧，因那阵种高粱，种高粱是太大火光的肥啊，就容易做。嗯。在这边做，你有看到我头？你没尝试吗？有。尝试吗？有啊，家人。不能看俺李姐过。哎。嗯，俺李姐过，俺爸还没回来。你爸爸没回来。宝宝，宝宝，过来一下。欢迎来这个哈。好好，你好。你摸这个哈。哎哎。哎，啊，等会上去。哎，俺就。上岸就这个图书考过图书，这回也很不明考得好啊，又考得很好。啊，又要过直升啊！哎呀，直升，我们一直直升都。直升的。啊。阿公冇水了，阿公现在我们都快要刷死的了，阿公冇水，就崩溃，冻死，来该创扁就扁。那就原是暗枪嘛，一年读个黑白，哎呀，那一年就读黑等白，年年读，读个就原，读个就原本来就是读书，哎，它变成蓝蓝的，走回来，走个晚上嘛，走个晚上，好奇怪，这样子看，那眼睛放大，哎呀，啤酒。俺上次在白忙又该创很多回家的，上次平地公叫你忙又快，忙又卤水忙又快家，再忙又哎，他就没干啥了，要让人家，要让他喊人家人又，嗯，而家老母回家，年下就干好事的，不是因为读书啊，就天天又都爱读书爱教好回家来家。农活蛮快，很快，那时间呢？哎，这样是半，俺那几年可以半活，俺还可以过十面人吃，阿凤十面人吃些。他每年在附近。妈妈，过来。你是阿凤训练员出身，但是阿凤训练出身，本身也没咋差哦。唱个什么？这里呀、啊。是，看不到好像有啊。有啊。唱个什么？不是。有啊。啊，站着站着。孟克云没唱个什么？妈妈。嗯。你啊，飞了。嗯，你要过来。阿凤啊。啊。你要过来点吧。训练出身。啊，对对，这样这样。对对对。训练出身。彼此王子勇五月八号读到礼拜一弄到五月十日读到爱聊聊一听一夜只用聊一听一夜读中了子中山东路三段五十五号五十六号访问二十八阿弥巴和西方妹和西方妹听的来阿曼乐密令和西方的孙呢翁义琛孙吴翁义温人的处置的访问访问后自用错慢路的差到中六市环科街四十六号我们偏六个福泰田基工业技师
事务所。跟那个齐摩汉是做简单的工作的，摄影机的摄影。那片那个特别的相片，庆祝过公关的相片，年元月一号星期四晚上9:29。第二天，1998年元月2号星期五上午8:18。啊，谢谢议论了，好不好？啊，以后可以叫小的，小的用英文。Nino Siu， 英文。开始 ，Apple。啊，那在这里。哎，他到家了。走了两。半转那样。浪费一张了啦！哇，拿半个的也可以。好哈哈哈。都半了。弄的啦。哦哦，半块了哈。对吧？好。你是受不了。哎呀！早上9:50，搬砖头。我要不要抢镜头啊？啊，那拿发走，帮你们抢镜头。好，嗨。十三强于11:20全家合力完成。到田里散步观景，随意的黄色美丽花朵与白色蝴蝶。梦想的。到田里散步。
吃掉了，丢到这。点半到田里。个人自我介绍好吗？不要。啊。阿成过来。妈。来来，干妈妈。阿成，阿成，干干，干妈妈，过来。哎。阿成过来对没？摸起摸起到。哎，干妈妈。好，我再来一张。哎，哎，干妈妈。哎，好的，很好。下一个，下一个。田里的白鹭鸶。地里的白鹭鸶。我不要抽。啊，这样几分吗？好，预备，起拍。青蛙。我也算不完了。哎，拍，拍一拍啦，快点啦。阿伯，加油啊！好的。好的，好的，停一边。跑到故障那边飞来啊！预备，还没，小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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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了，还没呢，还没呢，小凯，跑直线啊，跑你的直直，不能跑歪歪的啊！啊，你尿晕在整我这样哈，啊，你一个人走啊，一个人走啊！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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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回来，再回来。阿伟上开一点，阿伟上开一点。啊，你在前面，你比较小，你前面一点。前进，再前进，你前进了没？好，直线了。好了，你后退，你后退，你已经第一名了，阿弟一点。哎，爬到超过那个给阿姨的那个大将军。预备，还没呢，还没呢，还没呢。预备，起，来，乱吐，乱吐，来来来。阿弟，你走啦。阿弟，我们往山里走。体力壮的，阿哥哥。哎，非常不错，从四川来的。你不错啊，你不错。有个体力哈，来。还有跳也呢，跑一跑跳。还跑一跑跳。小人尿太穷了，今天你可以接头，这样这个角度方向点。来，阿伟，从那边跑过来，跑跑。哦，哎，不是的，从那个地方啊，跳起来啊。我不知道。哦，那么远，哇，好，你远一点点，好来。哎，小凯，啊，从这里，哎，小，开下去。这里啦。比你还远。两步嘛，没关系，来。不错哦，右音跳得很好。啊，还没有，我这边还没。阿伟啊。你是几道啊？不会，就错了。不会，注意啊！这个鞋子前面开始跳，还硬哦。他有概念哦。哎呦！啊，你太远跳，你吃亏啊！你尿晕到这里，还没，目前难分伯仲。阿伟最后一名没有成绩。我第二名。好，你们都去那边排队好了。来哦。哦。厉害厉害的，跳进，哎呦，哎呦，哇，够啊！来，再来，啊，第一名，中年级组，南京姐姐，这个低年级组是这个，阿小的妹妹，总成绩又赢妹妹，这个男生组阿伟姐，阿伟小弟弟，啊。不过，最重要的稻田旁，美丽的小花。阿成，哎呦哎呦，怎么办了？和妹妹志英、日珍，妹夫林建祥和小孩共11人，
在田里散步，到十二点再回家。田里扛的紫色小花，大家摘菜，田里种的菜。大家都有拔菜啦，中午大家吃。你是这样？OK， 我讲一下。好。小看哦，小看，你问题几个小看。家族一緒に帰ります。家人一同回家，路旁随着美丽的花朵，芦荟的花，野贡豹、蚂蚁窝，路旁的蚂蚁窝、野贡、电线杆的鸟。掉哎！智勇于1997年六月滋生的懒人树，又称男人树、九重阁，开色花朵。有。田里带回来了蚱蜢，快点啊！蚱蜢啊，
下午两点半，准备离开大南埔家。从林建祥说，3:20到达竹南火车站，等车子。表妹和志英等一行将由林建祥开车赶往台北，志勇在竹南河站候车。85年1996年7月1日新建成的竹南火车站。27分，肚子痛了，翻过来笑一个，大雪还没有了，放假，大雪结束了，哈哈，黄冬雪大爷。今天几啊？7月14日。怎么可能不见着？好，设定了一个地方。你看。哟。2.6公分。你讲。
冷点肉，冷的，胡洋葱，胡洋葱，嗯，俺不挑，俺讲吼，哟，冷点肉公分的胡洋葱，那都天红啊，哦，这芦笋呢，做多的，嗯嗯。几公分了、啊、哈，一条葱啊哈。嗯。我喜欢呢天笋，发现呢，一条葱，几公分。很清楚啊、嗯、我摸肚子好了，来吧，我掉掉滚哈。